华带你们来的是我每一年圣诞节都会来的地方。等等，板桥，为什么？因为板桥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板桥夜灯城，今年是最最最漂亮的一年，因为他们有一个灯秀，真的超漂亮的。顺便带大家看，马来西亚圣诞节跟台湾圣诞节真的很不一样，台湾的圣诞节真的太用心了。今天是礼拜天，应该会很多人吧，可是看现在的人潮又不觉得很多人，因为每年我都是在圣诞节当天来，所以这次我就提前来看会不会比较少人一点，顺便拍漂亮的照片。我们现在等蒋培宇，今天有蔡昌勇跟刘忠，可堂姐，可堂姐，哎、你们看几方便，只要搭捷运往三 A 的方向出口就到了。关店了，我们太迟来了。他们官方是讲十点关店，然后我们错过了，所以大家来了要提早来。这是他们走的星空街，你看那个来穿太空衣，有多可爱的。走，我们去看有卖什么。想吃冰淇淋。好，谢谢。关掉。你开心吗？开心哦！知道我。我们现在等那个光雕，这光雕哦，五点后半点跟整点都会有一次。那是国民初恋吗？我是国民初恋的女朋友。喂，他是男的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这个是 The Pole， 踩上去的话就会有五颜六色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去踩一踩。这个没有。为什么啊？很尴尬了，就是。1 2 3，哇！哇，我的没有变色哎，来踩一下。哇！变色。果然是重量的关系。确实。这边有个跷跷板，然后它限重80公斤，所以佩玉可以玩。才40而已哦。欸、你也像鬼耶、太高了啦，喂，开心点。坐在上面的话，背景会有那颗球，应该会很漂亮哦，感觉就是在星空一样。对不起大家，上去是个问题，上去上不去我不知道，怎么拍照。是不是很好看？没有错吧？可是上去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这边真的蛮难上去。那感觉很漂亮哎！咦，这个星空超漂亮！你看到门里面吗？感觉那边又可以再拍多一张。我们现在先拍外面的。哇哦！我们来一个假拍照，看这里，看那里。然后这个图片要怎么拍吗？要这样子看，好漂亮哦！就可以拍成了。我们试试看中间拍的好不好看。真的很漂亮哎，好像在下雪，然后我们不在雪地上拍照一样。我们去下一个景点，我真的觉得太漂亮了，你看，真的是很浪漫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种灯光的东西，感觉很像星星就是在你头上这样子。看马来西亚的话，就是没有这么多场景打卡拍照，不会有那种最普通的圣诞树，很浪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了心会融化。然后妆融化了吗？融化了，太快融化了。有点像圣诞树，我想在这边拍一张，我觉得会很漂亮。好好看哦，这个很漂亮，是不是？这边怎么有花？你刚刚旁边都没有花吗？也是比较特别的花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我们进入一个景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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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飞跑！觉得这里拍会很好看。哇，你的脸亮亮的哦。可以吗？漂亮吗？还好。哇，你很漂亮，飞竟然可以这么漂亮。那感觉很像坐在摩天轮里面。大家要给你们看哈，它整个就是交通西罢了，这样子拍不是很漂亮。只要进到里面 ，Oh my God， 连它都看着起来很漂亮了。干嘛？
是到了环状星系，那个玫瑰墙好像很漂亮哦。哇，蓝色的玫瑰。我们现在 music 一下。你忘了在哪一年，有我在你的身边，一整个季节，爱四处纷飞。你离开的第一天，哎，知道我笑什么吗？我心里的那首歌播完了，你就打我一巴掌。厉害了，这个后面就是最红最红的雨伞墙，大家都拍得很漂亮，不能输。我是王美，这个一定要低角度拍。刚刚那张照片真的太难拍了，显然的呢，我距离王美还一段的距离，不可以，我要进步，我要好好磨练自己的，对不起大家。这张照片呢，是在看圣诞树拍的哟。影片就是完美成就班，速成班。对，看我身后这么美的灯，真的太漂亮了！我在那边拍照，好浪漫。你后面很漂亮灯。你听他讲什么吗？哎，你不是花吗？有时候就是会自由转换，就看大家喜欢什么。大家都喜欢牵牛花。牵牛花。我们一起拍照，拍合照。一、二。疯跑吧，小胖子！告你们，我不会在频道这样子骂他，我是这样的人。只要有我在一天，费就被我骂一天。我们现在又来了一个网红打卡景点，哇，这是网红打卡景点，哇，超漂亮的，哇，你这边拍应该很漂亮吧？哇，它就是这样一个玫瑰的灯，就很多个灯。哎，是玫瑰哦，哎，我没有发现到是玫瑰耶，蛮漂亮的。自以为网美吗？我就是。哼，这整条桥都那么漂亮，哇，整条桥都用这种灯来照。哎，你垃圾桶挡住你，两个垃圾桶挡住我。哎，这么漂亮，你们看到吗？路，我们已经拍到灯都关完了，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拍到12点，来这边一定要提早来，懂为什么吗？我们还要等没有人的时候拍照。你们有本事就不要动啊！而且今天还要排队拍照，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这么晚来。15、16号，礼拜六、礼拜日。15号是邓紫棋，16号是蔡依林。是明天，影片上的隔一天就是邓紫棋。会来这边演唱，只要打开蓝牙，登录你的 LINE， 加入他们的官方，回答对问题，跟着步骤中就会有免费的 LINE sticker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祝你们 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快乐 ！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，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，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。活动到1月1号，大家，你看到这影片过后，带你的朋友、家人，还有马来西亚朋友，如果有来台湾的话，哎，赶快来拍照了。